危机！我打电话说。我前面有人，脸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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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你要看左边的，他被另外队打。来。喂。管理他们。另外队，你回防啊！不能。OK。那个他妈高塔有人追下来了。走光。推你们。OK， 我们在拉扯，他开大，可以过来。他被另外队抽倒了，我拉扯回来。哎，另外队是来了，左边。对，来了，要回来一点。我往这边拉可以吗？明显一滴，我这边安全，这边可以再夹回去。有脚步前边，大哥右边左边有个爽，抽几只，没几个。看到。他有一个人而已，你们先搞。OK， 我回来，打，那只打，我脸上一只狗，脸上一只，再抽一管，拉大电，那狗跟疯子一样，走了，干，打一个，打130天际线，还是谁我不知道，你先换甲，狗打七十，狗打七十，他，狗一滴。等一下，我拉哥。然后有一只飞起来，不要再等一下，二打二。来，屁股一只，他被。那脸上屁股。你能赢。哎，我没子弹了，可惜。不能赢。他的狗残了，妈的，被屁股锁一关。我把他吸，我得交 Q 啊。我把他吸跟丢嘞。妈那条狗嘛开着大绝一直给我跑来跑去的。你可以直接射掉他大绝吧。他直接大绝换子弹来得及吧。他没有在看你啊，重点是他有看你要交 Q 啊。他大绝然后猛到你不能打。主要是天一仙在打陈国涛，然后狗也在打我。他没有人在，没有人在顾你，感觉你可以直接把大姐打掉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刚我想说 Q 出去直接找，因为如果你直接打掉大姐往前走，那天蝎应该要被你养，那天蝎应该要被你打成怪。我再打一条狗了，我打他80哦。放过。